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从今天开始，糖糖正式放假了。安排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干嘛？对，现在就去带他感受一下文化的气息。我们现在去我们本地的一个文化艺术中心，感受一下文化的味道。这个小孩还有6200多天就要高考了，所以带他也要提前感受一下。你这话说的有道理。俺没本地供出来，俺想买俩孩子供出来。这家好有压力呀！好有压力，快跑！没跑掉，那就打个招呼吧。想当年，我看到书就犯困，不知道今天能不能睡着。那书还能催眠呀？那是。他现在还不知道，估计长大时候就知道了。看，这就是书海，知识的海洋。哪有海洋？这不是台阶吗？哎，你看什么呢？我看他还认识我吗？世界。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楼，这人还说我呢，这不是也在装大尾巴狼吗？唐唐，你干嘛呢？我把它装在我脑子里。这么小就学会偷奸耍滑了，长大怎么办？咱妈还指望他俩考大学呢，要寄希望于下一代。老头不，他不放他俩怎样放谁怎样？我不看书，我还是看孩子呢。这俩人看啥都看不好，还是去看好玩的吧。孩子这丫头会玩，现在终于静下心来了。这奶奶也够享受的，舒服吗？我最后悔带他们来感受文化气息了，这明明是来玩的呀。妈妈，这里面的好玩，这里面的全都是古时候的。看来我闺女也是对书不感兴趣，对玩的感兴趣。哦，你也喜欢这东西啊？哦，看到枕头要睡觉了。这么小睡觉能舒服吗？这只狗好吓人呀！这不是狗，这是狼。啊，你还敢摸它呀？这是猎豹吗？这不是猎豹。这是什么狗啊？有认识的吗？这是什么狗？没文化真可怕，连个什么狗都不认识。对，你知道这个张哥老师干啥的吗？干啥的？就是归西的时候在这里。这边有好多的骨头啊，比看书好玩。这是原始部落，你看。今天来的有点晚，还没参观完呢，人就下班了。今天就先到这里吧，改天再带你们来看。再见，拜拜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了，记得关注我哟，妈。